山区一栋拆迁公屋，附近居民担心景观受影响，交通断网等。智利北部最开嘅太平洋发生埋一特制8.2级地震，引发海啸，最少5个人死亡。 各位，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指，现时楼市平稳，加上非本港居民买楼嘅比例下跌，冇迫切性再推港人港地，但就否认措施已经受众盛产。佢又话，地产商近期不断推出新盘，政府会密切留意市况，现时无意取消楼市嘅辣招。陈建文报道。 行政长官梁振英日前话，楼市已经唔存在过热情况，暂时无需要再推港人港地。喺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上面，有议员指现时楼价仍然偏高，唔明白政府点解各自港人港地。好似整话，喂，到位咯，而家唔能够，嗱呢度上升一个几曳嘅信息嚟嘅，今日我基层市民买到楼咧，唔系，我开工大屋啲人仲好多怨言。特区政府从来冇讲过咧。 港人港地呢一个计划系受中政策更加冇讲到话将佢搁置，管理需求措施出咗台之后咧，非香港人士购买本地物业比例非常之低，楼市亦都平稳落嚟，所以再喺呢个基础上边加大港人港地嘅实施范围咧，个政策理据已经唔同咗啦。 既然政府指楼价平稳，有议员关注系咪连楼市辣椒都可以撤销？啲楼价唔起啦嘛，咁既然有咗辣椒已经开始唔起，你会唔会得又系朝令夕改啊？唔够半年之后咧，又自动收翻呢啲辣椒咧？由旧年11月开始，地产商嘅一手盘系出得比较多，喺今年上半年咧，估计亦都系咁嘅情况。咁所以楼市嘅情况咧。 我相信咧，大家都要再睇多啲嘅。目前嚟讲，特区政府无意就住双辣椒进行咩调整。陈茂波话：港人港地嘅准备工作同睇嘅准备情况，剪接呢啲新闻片讲乜嘢受中正惨啊？讲咩朝令夕改啊？讲咩 OK 啊？剪接呢片人早先得佢哋有正常嘅预约待咯。 咁唔包括嗰个陈建文啦，即系佢又落咗未？喺啲网民话捞 TV 有滋润，滋扰人民，咁叫我判几个冚家铲都做少用，就正常嚟咁判咗。单栋嘅拆针式公屋重建之后嘅公屋高38层，提供大约750个单位，多大约2000人住。